Why you love her? Why you love her? Love you.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很开心的来到松山的三民国小来教小朋友小三，哎，这次是很特别的小学三年级的一个 DIY 体验旅线的一个作品。好，那已经开始准备了这些的材料跟工具。好，待会1:20马上开始跟同学的一个旅线的亲密接触。来，镜头拉近，要教小三这样的一个小小兵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空缝的一个支架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把它看下去。好，来。谢谢这次的邀请，真的很感谢来跟这个小三的年纪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挑战。小学三年级哦，对。那老师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一个教学呢？其实我是网络上的。网络。哎，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旅线编织，然后我就想说搜一下旅线编织，然后想说小孩子应该也会很感兴趣。嗯。然后因为我是小田园的经费，所以我一定要结合还有植物的部分。是。然后我就想说看到你们。小田园级，那就是那个符合它的有铝线编织，然后可以让学员手做，然后又有空气缝，让他们去照顾，我觉得这是还蛮有意义的，然后也可以刚好老师也很多不一样的作品，然后我觉得学生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小小兵，所以就想说找老师，那我觉得老师也很棒，那对。那老师针对这次的教学啊，这个小小兵。这样子整个的课程里面有没有发现哪些问题？我觉得你们很不错，是你们都会先准备好一个工具包，然后有个比较难的，其实像手啊或比较难的部分，你都先组装好，那也有让他们动手做部分，然后你们还附赠一个爱心的，对，知心的一个作品，对。对，我觉得还蛮先从比较简单让他们去做，我觉得这个作品对他们来讲有点挑战性，可是我觉得。教你，他们都很容易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觉得没有挑战性，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可是大部分同学都可以完成，然后导师们、还有助教们、还有老师也都很耐心教导，我觉得，而且在时间内就算蛮 OK 的，他们很开心，对，好的，谢谢老师这次邀请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。我们下次再合作。好，对，谢谢老师。在我们搞不好下次会有一些多肉的一些组合。好，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也会公告很多的一个影片。好，有机会可以多学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